商品很厉害，厉害哦！哎，他这个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超神奇，不会有残胶。哎呦，不会有残胶，就是不会有残留的意思。不会有残留的问题，而且不用钻洞也能挂结婚纪念照。把手机粘在墙上，现在还扯不下来，这么粘。是什么粘？是很方便的，可能跟蜘蛛人有关。人之间没有掰的面，扯不下来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三二一，开！抓高！哎呦！哎，来，这米来。这是一个神奇的双面胶，就我们一般双面胶比较小卷比较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比较厚，然后它的耐力可以粘到5公斤。直接试验看看吧，好不好？到底有多厉害？来来来，连连看。它这胶很猛，就粘起来，粘起来。对，所以先粘几条在墙上。哎，啊，另外一面呢？另外一面是撕下来的。哦，撕开，撕开来之后就会粘。哦，它可以负重，负很重，对。它是也蛮容易的，超粘的嘞。哦。啊，双面胶的，其实就是双面胶的概念。对，我们拍戏也会用一些大力胶嘛，对那些嘛，哦。来来来，先挂。没错，我特别准备照片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挂在家里。比比的，这是你们的。哇，谢谢，还有比比过过。对，我跟宪哥第一次合照哦。哦。哎呀啊！还有这个，哇！结婚照，哇！这是啥回啦？妖兽骨啊！好真的是好多这种东西哦。还能挂什么？能挂什么？不会有残胶是蛮厉害。好，来，来挑战一下最厉害的2公斤的水。哎，各位，2公升，2公升，等于2公斤，好吧？来来，我这个难度很高哦。对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可以啊，对，就这个重量一条就可以了。谁的家会布置成这样？对啊，干嘛把水粘在墙上？哎，我没说到，我们是要拿来喝的。1、2、3。哎，什么？整个飘呢？这还不会掉下来吗？而且它很牢固哦。哎。真的耶！哎呦，居然有用了。对，所以它就是你不用去钻洞啊或什么的，就可以撕起来没有残胶，可以再示范一下吗？哎，真的呢，真的超黏的呢，没有残胶，好厉害哦！完全的吸水，这一片这个还可以用吗？对，可以继续用，但是如果可能粘太久，会有一些灰尘，哦，对对对，就要换一个。哦，哇，现在的高科技匪夷所思了，好厉害，成功！来来，让我花天酒地的更新消失。然后呢，叫做什么？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随身携带。哎，对，那能不能介绍一下？这个我自己觉得本身很需要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说为什么改名叫 BB 的？为什么改名叫 BB？ 对，因为那个宪哥取的，就是宪哥说他的初恋女友，他都叫他 BB。然后你初恋女友好像这样子啊？啊，你就意淫人家了。然后后来球场人家不叫他果果了，真的假的？现在改名叫 BB 了。来 ，BB 介绍，一二三。来这个小型的洗衣机，那这个就是里面。会有装这一小管的水，啊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它等下会高速震动。哎呦，哎呦，高速震动，对，高速震动好吗？然后我们就这样，这个位置是这个被拿来敏感，蛮敏感的，蛮敏感。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享受？我们就点一点那个洗衣精、洗洁精。哦，洗洁精。哦，这样哦，这样有了有了。Oh yeah, that's good。手弄一弄就掉。Oh yeah, baby, that's right. Oh, ow. 这个表情。好，现在是要注意表情管理，可以可以，然后就这样垫一个卫生纸这样子，哦，然后让他把那个脏污打在卫生纸上，对，打在卫生纸上，打开，哎，他会喷出，哎呦，快，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哦，哦，哦 ，yeah, that's good, oh yeah, baby, that's right, oh， 然后就这样画出，我要打雷射，哇，但是你有考虑我的感受吗？然后我们这边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听一下那个声音，听一下那个声音，会不会太热？过后就换另一个舒服来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舒服吗？哎，这个会不会拿来被做不当使用？会哦。奇怪，对啊，这个有 feel 味，有 feel 吗？真的有 feel 哦，变洗别，而且比较很温柔，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污渍给洗掉啊，真的好很多嘞。
对，就大概再用个三次，应该就差不多。对，三到五天。哦，就是说不要整件丢去洗，然后很急，然后拿来先哒哒哒哒哒。对啦，它算急救的。回家前就弄掉了。局部脏掉可以使用，局部脏掉。所以他说不会留下任何证据，就是有的老公，比方说有口音，口音 ，OK， 对，局部就好了。他回去不要留下证据。哎哎，真的有哎，有哎有。有，而且还香香的，不错不错。现在人还真特别啊，带这个出，而且里面的装水还会喷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恭喜成功！来，可爱的竹竹，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来了，网友这个留言，第一次夹到眼皮，马上掉泪，有那么厉害吗？对啊，单眼皮撑出双眼皮，美到男友回家认不出我，这么厉害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开箱。What's this？ 假睫毛，这个东西呢，是我看这一阵子在 Facebook 上面超级火红，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影片呢，都是在做这个实验。因为像很多女生她会贴假睫毛，可是其实假睫毛对于那种刚入门的人其实不容易贴，因为你还要剪，然后你还要上胶，然后你手还要这样子，其实很麻烦。真的是手工艺品。所以呢，最近呢，我就看到这个产品，我觉得很酷。它号称呢，你一秒钟就可以把假睫毛贴好。它是靠磁铁的方式，它的睫毛呢上下排都有磁铁，所以它的逻辑就是它就像磁铁那样，然后你就放上去，然后就夹住。那眼睛会张开吗？眼睛可以，会不会张不开？对啊，这真的。对，可是其实把眼皮粘住了。可是其实我这个产品呢，我也没有用过，因为我是很好奇。对，所以我今天来为大家试用看看到底好不好用。嗯，好像我现在没有粘睫毛嘛，对。然后呢，你就这样哦，会不会夹到？不要夹到眼皮，好像可怕。不要，哇，有吗？很多层，是不是多了一个什么？前面有一点飞起来，有点太长了。这个可能还不是很会使用啦，如果哦，要很顺，应该可是蛮快的，就这样就上去了。哦，哎，这样好嘞，这样好嘞，对，有哎。好像还是就是它有一点飞飞的，因为你可能不敢夹到底。没有，它这个有一点太长了。对，它有点长，可是你其实可以自己一样，就像你买假睫毛那样的，自己修修那个眼睛的修。那拆嘞，就是会不会拆到自己的假睫毛？拆的话呢，我看它的介绍是因为它是两个磁铁嘛，你不能硬拽，就会把自己的睫毛。所以你要这样子稍微就是这样用，像分开扭开这样。哎哦，拿破的。哦，懂了懂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厉害厉害厉害，还蛮好玩的，没有看过，想都没想，真的。来，下面一个介绍一下，哎，左三圈右，三圈宝贝的最爱。好，环保不浪费纸巾。嗯，这是什么呢？请开箱。噔噔噔噔。其实是一个宠物的洗脚杯，没有洗脚胶。我可以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洗脚杯啊。大大力，大大力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对对对，来来，来找妈妈打开看看。来来，妈妈在这。哎，需要宠物支援，他来了。来来来，哎，是妈妈咬你。因为呢，通常我们带宠物出门，不是回家都帮它擦脚胶吗？对，擦脚。这个发明就是它这个杯子，拿毛巾擦一擦比较。然后里面呢有水，然后它有类似像那像刷子细胶的材质这样子。洗脚胶。好，没关系，是可以。然后呢？洗脚胶喽。我现在呢要示范，如果今天宠物出门，然后呢它把脚脚弄脏了，等等哦，来脚胶，嘿，哎呦，哎呀，手脏脏啊，脏脏。你是不是想吃？好 ，OK， 弄脏了，我们现在怎么把它弄干净呢？然后呢，就把它洗，放到里面去。好可爱，然后转一转。其实是要坐着的啦，他习惯了就会好了。现在因为小狗也不习惯，现在表情转，有点僵硬。我帮你转，多钢铁人了，对，多多有点害怕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那这个浴室就用水洗一洗啊。对，不是也没有洗，然后它全部洒出来。用久了就会了，好不好？用久了就舒服了，其实干净。是干净的嘛？有吗？是干，没有啊。这个多用一点水，把它揉揉一揉，也都一样。那也是，不错不错，算是 happy ending 了啊。